这个书好看不？这个书好好看。不好看？哎，你给我试一下是吧？我这都开啊。真的假的？一下开了啊？开了。开了。三秒。你可以质疑我的道德，但你不能质疑我的技术。就这速度，还是在警察面前紧张没方便好呢。那阿姨进来上厕所，阿姨看着五六十岁的样子，就说把阿姨扶到那边去，那边那个有点黑。她上完厕所出来之后，她在我们店里面转，把我们俩和拽着桌面上的纸，就趴在那睡着了。然后那个阿姨突然走到我旁边，把手机给拿，我真的觉得很无语，我心里面拔凉拔凉的。妥妥现实版农夫与蛇，一时贪念丢掉了自己的良知。这是高手，哇！这是高手。孩子放学回来叫他写作业，一写作业他就想上厕所，一写作业就想上厕所，然后就连了个厕所放在他的桌子，看看这以后这有没有老想上厕所这个习惯了。其实把桌子搬进厕所、啊、是不是更省钱呢？又开始了，12点多了。之前也有过这种半夜起来吃饭的情况，我就以为单纯的饿了起来吃饭，但是没想到最近这几次我问他，早上第二天问他，他说他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梦游还挺会选地方，知道往厨房跑。不过以防万一，下次睡觉前还是把厕所门锁上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呀，挑菜就挑菜，光动手不行，还动上嘴了。舔完了你倒是买呀，还得放回去。最后商家也是无奈的，把整批南瓜都下架了。咱就是说，这大妈为啥就不能想一想，你舔的这些大概率是一个瓜。